杜江夫妇出席活动，霍思燕肌肤松弛，略微发福，网友直言她老得配不上杜江了。平凡英雄定档国庆档，冯绍峰、李冰冰、黄晓明等多位主演出席首映礼。不得不说这几位都保养得很不错，黄晓明瘦下来后更是颜值回春。杜江和霍思燕也一起出席，杜江一身西装亮相，霍思燕则穿着小西装，化了精致的妆容，即便是生图也是白到发光。两人一起上台，杜江似乎更瘦了，身姿挺拔。霍思燕双手放在身前十分端庄，但她的肌肤不再紧致，双下巴若隐若现。网友们纷纷感慨霍思燕怎么变得这么憔悴了，其实衰老了才是正常的现象。霍思燕年轻时的颜值确实惊艳了很多人，如今的她脸颊有肉，一方面是因为岁月不饶人，另一方面也是幸福肥。现在她不需要拍戏，所以对身材无需这么在意。